开的话，应该是个冰种晴体的大胶块。给你们开一个翻砂皮的后浆，过来看一下，翻砂非常的细啊，非常非常的细，而且皮子很老了。这种后浆一般打开都是比较好的啊，一定记住，这种皮壳的话，打开会非常漂亮，漂亮吧？打开的话，应该是个冰种晴体的大胶块，肉会非常细，而且会非常甜。到底我说的对不对？这个东西就不要废话了啊，实战出真，少啰嗦，直接开干，干完给你们看。这个后浆开完了啊，开得非常漂亮，过来给你们看一下啊，冰种的一个胶块啊，肉非常非常的细，而且飘绿花啊，绿花飘的不是很多，但是飘绿花啊，非常漂亮的东西，起货它还会翻，非常美，而且弯转度很高啊，这个东西开得还是很漂亮，对吧？任何地方小价位开出这种东西，你说它美不美？好了，飞视出品呢，必定精品，喜欢飞视的双击关注，爱你们。